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文围棋。我们今天为您讲解的比赛是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的第三局比赛。那么在昨天第二局的较量当中，中国先锋李维清九段战胜了韩国先锋袁胜珍九段。那么今天作为擂主的李维清将迎战日本队派出的许家元九段。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了丁烈老师作为本次比赛讲解嘉宾。丁老师好。杨子好，亲密朋友们大家好。这两位棋手，丁老师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最近的成绩怎么样？李维清现在这个等级分中国排第八，好像也是他最高的一个排位了。应该说成绩都应该最近势头很猛，也还行。维甲好像下的也中规中矩吧，好像是一半一半的这个胜率，但其他包括这次选拔赛，他是通过选拔来代表这个中国出战农心杯的，所以这个赢了谢尔豪啊什么的，赢了好几位世界冠军，应该是。好，我们看到的是比赛的现场画面啊，刚介绍到李维清九段。李维清是00后的棋手，对，年纪非常小，是不是也是本次中国队年纪最小的棋手？对，应该是，所以也是担任了这个先锋，的这个先出场，今天对阵的许家元是日本的这个，他许家元获得过10段的头衔吧，好像是，是七大赛他是有头衔的，昨天我看到采访李维清也说今天因为他昨天赢了嘛，所以今天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对，因为第一次代表中国出战农心杯嘛，是第一盘就可能会压力稍微大一点。对，赢了一盘反正有底了，保本的就好一点，放开了冲就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赛场的实时画面咱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可以一直看到赛场的实时画面。这比赛是1点开始下的。对对。刚开始没多久。好，我们进入棋局。许家元这盘棋是直黑李维清是直白。李维清的白棋，李维清昨天也是白棋。这他们每盘都是拆先的。每盘都是拆先的。白棋相对来说还是，现在他们肯定都更愿意下白棋，就是从心理上觉得更有优势，是吧？也不一定，农心杯贴6目板，农心杯是贴6目板。少贴了少一目棋，对，中午。那少一目的话，在起始胜率是不是双方就相当于是一个？好像是50-50了。对，50啊。对。正常7目半是60-40吧。白方达到60。对，差不多59点几，好像是那个40点几。那差的还是？对，差不多。感觉差的挺多的。差不多就将近10个点嘛，补局阶段刚开始，他这个可能就是一目棋10个点。一目棋10个点，这布局下的还是比较普通的，简单的这个定式，顶完了一跳，比较扎实。然后棋是高拆。对，高拆。现在尖顶完之后都是选择的高拆，低拆是感觉上没有了，是吗？也不是没有吧，这个说走这就一定哪儿不好，我觉得也不好说。但高拆比较追求子效的一种思路，但对下一手可的配合上来说会好一些。那低拆的话，我觉得白棋现在也是肯定会选择守这个角。那往这守了之后啊，在这条边上行棋，它就有点不是很舒服啊，就感觉如果你还这样挂过来太扁了，这太平了，这个因为我们总是讲究一个高低配合嘛，所以这个棋选择拆高位呢也是为了下一招其实是有一些考虑的。那对于白方来说，白方这个逼柱是不是价值也会变大？逼柱的话，这个点33
好像白的不是很舒服。嗯，因为你挡哪边很尴尬，从棋理上来说肯定挡这边，因为这边宽阔，但挡这边爬完之后这个子配置有点问题啊。嗯，子效可能不是特别高。嗯，所以逼住的话可能有点爬点三三，所以他实战还是飞这个，飞这个应该是一选吧。嗯，应该是第一感，因为还是这边更加的宽广一些，往这边走，这样的话黑棋他再挂过来，对，实战是选择挂，对，这样的话这个配合看上去就比较生动一些。 嗯，就相当于是挂到了一下。其实先直接挂也是可以的。哦，也是能挂到的是吗？也不见得能挂到，但是挂到肯定也都差不多嘛。白的也可以选别的，但是小飞也正常，那就拆，也都正常嘛。对，这个黑棋配合就比较生动。嗯，对，这个布局应该还比较常见的了，现在挺正常的一个布局的下法。嗯，那现在这个无忧角又回归到大家的主流视野当中了。以前我记得 AI 刚出来的时候，这个好像就很少了。基本说嗯，是觉得它子效不是很高吗？觉得子效低，说亏有这个尖冲嘛，尖冲或者是这个靠，说这个子效不是很高。但现在好像 AI 又更新之后，就说这些也可以差不多，嗯，也有它的好处，很扎实。所以我看这个现在棋谱上，大家也无忧角也都经常出现了。嗯，就这个 AI 也是在不断的进化更新当中，对对对，就感觉以前是我们下的少，是因为 AI 说这不好，现在 AI 说这可以，嗯，然后大家又下，嗯，因为这种东西判断的话，还是直接棋手人类这个很难说清楚，这些东西到底亏了还是不亏。嗯，这个棋接下来白棋是这个打入，这算打入吗？对，就打入。打入在高位好像也是 AI 局部推荐的乙选，应该是。打入在低位的话是压靠完断或者飞柱，这个白的都有点苦，飞柱好像白的也不好下。嗯，这棋得保证自己的出头，如果被黑棋封住，哪怕自己在下面能活呀，这棋也不舒服。嗯，因为活的时候要考虑到这种力啊，这种感觉双方有白棋两边有点打架的这种感觉。嗯，这棋一定要保证出头，打在高位是打入的一个应该是挺有必要的。嗯，要是防止对方封进去，那不能被封住，这棋一定要保证这个自己的出头，这样可形成一个黑棋形成一个对跑。嗯，对跑的话是白棋打入的一个目的，如果打入的不是只为了这点目数，如果对方变得很厚的话，这手棋本身目数上来说也不是特别大，而且还会付出点代价。嗯，对，这个棋大家确实要值得大家去学一下，因为这棋形好像挺常见的，现在都基本上都打在高位啊。对，这半边的配合在高手的棋谱当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因为这个是流行布局，因为这个定式现在流行了。哦，就简化局面就像个尖顶。对，简化局面的一种下法嘛，就是你低挂我就尖顶，这比较简单的一种。嗯，也推荐咱们亲戚朋友使用，简单又好用。对，所以这半盘的这个格局还是很容易出现，很常见的。所以这个打入的位置啊，我觉得大家确实要去可以记一下，打入在高位应该是一选。嗯，要好一点。啊，黑棋接下来是跳一个。嗯，那丁老师，这个跳也是推荐的范围之内吗？还是有其他的下法？好像不是推荐，但这个我觉得一定是咱们棋手他的第一感。哦，第一感觉跳出去，那堂堂正正嘛，出头应该比较正义的一手。我本来想这棋会不会拖连扳，也有可能。这个拖了连扳的话，白棋，我不知道是冲下去还是打完虎柱哪个好。啊，我觉得打完虎柱，这黑的是不是就不太好？这棋形我感觉黑棋有点问题嘛，如果下成这个定式的话，啊，这边会被压进去，这个压住就不好动了，这很难受。这棋怎么下？你如果将来不走的话，白棋立一个，你这棋这形状已经有点裂了。嗯，你如果飞被我穿枪眼，这肯定是很打架的一种感觉，这个效率就出大问题了。但如果长的话，白棋可以挡住，嗯，这个就不好下了。你也不能去搬了做活，你不走就太惨了。就这个棋形感觉黑的可能还得马上去吃这个，那白的先手封住，如果再能抢到外边的大场，
黑的有点太慢了。嗯。所以这个棋如果活角，我觉得被白棋就直接压住封住的话，很白棋很满意，白棋很厚，嗯，感觉上黑棋这样被封住不太能接受。那这个棋还是得跳出来，是不是跳？如果局部要走的话，要跳出来。跳出来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下法。AI 我看好像是推荐了什么这个东西，那这个。我肯定是下不出来的。这个以前我们都知道有这手棋，但后来好接近，后来都当骗招用。啊、嗯，不好是吗？这步棋以前都当骗招用，以前当时说这个怎么样对付这手棋，就直接脱先就行。就这个就千万不能靠下去，靠被挖了啊，靠就被挖了，就中计了是吧？对，靠被挖中计了，应该这个不太好。那这个白棋如果争自有利能下吗？争自有利效率也不高啊，亏的。打里边，打里边等于你我拖了连，把你打这个定是下错了呀。啊，对的，嗯，对，那只能打外面，只能打外面，但打外面这效率不高。那如果是争自有利。也一般吧、哦、这个局面因为这里有颗子效率不高，如果这里没有呢可下吗？没有的话我觉得效率应该也一般、哦、主要看引针到底严厉不严厉了。现在这个补棋补得很尴尬，是有颗子但没完全补住，人家引针还存在、嗯、还得补、嗯、再补感觉这黑的很舒服，先手活个角，这时控还是角活的还挺大。那先手然后外面引个针，你补一个外面能连走两个，黑的速度还是快。嗯，应该也不太会，因为这个白的也就脱先就行了。就黑的大飞的话，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思路吧。白棋单黑棋这个可能比刚才那个好。嗯，这白的没有那么厚，但基本上白棋的目的还达到了，就这个联络了封住。但这个可能是一种，但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难下出来。嗯，很难。那这样黑棋争个先手，可以把这个拆边抢到。抢到，但抢到拆边的话，这可以搜刮搜刮将来、嗯，活的也不是很舒服，这一点嘛，这还得补啊。嗯，还局部还没有活。嗯，我第一感白的应该是还可挺满意的，感觉上白的应该还不错。那其实我看 AI 有推荐这些下法。我觉得这个跳还是比较能够比较有共鸣的，比较容易想到的一手棋，堂堂正正的跳一个应该本手吧。跳的话白棋下跳、嗯、对，基本上这个我们以前总说上跳之后就下跳，一人跳一个的，就上跳之后这个点三三变严厉了，就我们以前学棋的时候记住的一个知识点、嗯、就是这个点三三之后有了这个跳啊，点完三三它就不是搬了，它是爬，就说点完三三可以爬到这儿的话会更严厉一些。嗯，这样白棋不敢顶住是吗？不能顶住吧，顶住也不是不敢顶住，你顶住你不要搬下去，那你可以顶住、嗯、你顶住完比如说你虎一个那妥协了，但妥协你现在这个棋配合又不好，也搬也搬不住，那我长就是连不上对吧、嗯，但是你顶住完之后你是绝对不能搬下去的，如果你搬下去的话这个断完全受不了，这就是不说谁杀谁了，就算白棋把黑棋吃了，黑棋这个弃子白棋收起吃也完全不能接受了、嗯、刚好这个子就有用了，没有这个子的话断会被夹住、啊、对就夹死了、啊、丁老师说有了这个子脚上就变得严厉了，主要是这个图有争子关系、嗯、有争子关系，而且你出不来，你如果打出来的话这边气也紧，那出不来的话就已经被封住了、嗯、黑棋怎么着弃子都行、嗯、那面对黑棋爬的时候白棋是不是就只能选择推的话我搬，这样黑的爬到一下便宜活得舒服一点，这样搬粘你粘的时候我一夹再夹，这样活的会舒服点，你也很麻搬还是利，如果搬的话我不会打吃我就跳一个猴先手就已经活了。嗯，就说有这个跳之后点三三变得价值变更大了，也不是说白棋就绝对一定要跳啊，就是我们就经常说这个它变大了，所以如果外面没有特别着急的话就去堂堂正正的守一守，本身实地啊眼位啊各方面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要点。嗯，所以这个一人跳一个就是
你上跳我下跳，这也是最、最常见的一种下法。是。嗯。来起肩冲。肩冲也是一种棋形吧。其实直接攻过来不知道怎么样啊，就是他这个下法可能比较的稳健，双方比较都留有余地。就如果凶狠一点，我就直接过来，这棋也看不清，这个作战就不知道谁有利了。如果切的话就强行扳你，这白棋也不能下出这样的棋，对吧？这肯定得战斗，但战斗、直接扳出来，这战斗这就不知道了，比较乱战。白的可能也会追究黑棋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打路啊之类的，这地方就复杂了。这两种思路吧，这黑棋的这下法更加的直接，更加的复杂。实战的下法可能战线更拉长一点，就是尖冲，比较稳健的一种型。在这边有子的情况下，尖冲出头也是很常用的一个棋形。常用的棋形，这都是常用的棋形。虽然这个看起来这棋形间距上有一个穿象眼儿。对，现在围棋就是很多时候尖冲，就是你有没有子好像尖冲都是 AI 推荐的。就比如说这种时候白棋这个尖冲，这一直都是局部要下的话好像挺推荐的一个点。如果没有这个跳，就是说这棋尖冲也不是不行。就很多棋形啊，就大家现在都可以把尖冲当做一种选择。这不会穿象眼，这个穿象眼的话冲你比较难受，你到底是退还是顶住就很麻，如果退的话时控损的还有点多，顶住的话这一拐不知道你还硬不硬了。上面还有一个断、对，有断，我不见得断你，我有可能走外边，你这地方出来也没有意义，你出来我就顺着你走，一会儿走好可能把这个子给卖了。白棋这棋这个行棋的思路有点问题，如果这么下的话感觉都是在做一些里和外的交换，把外面的黑棋都撞得有点太厚了。是这个穿象眼黑棋也不害怕，不怕，这个也是大家要注意的，不能下的。这那如果这个穿象眼不存在的话，这个棋形的衔接也没有问题。对，也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它是一种啊效率更高的出头方式。那本来我们这你反观无恶手，反观无恶手跳一个，他也你不能说这手棋它一定有多臭，对吧？这是一种行棋的调子。因为你不能穿的话，大概也就是贴了吧，也是棋形嘛。然后黑棋再跳，再跳，就这两手棋交换应该是便宜一点。是，因为毕竟我在外面嘛，我对这地方边上将来的控制权的争夺还是要好一些，所以这是一个行棋的步调。然后白棋往外跳，对，白棋跳出，这很正常，很本分的一手棋，堂堂正正的，然后黑棋这个飞了一个，对，这是一种方向的一种选择，连攻带防带扩张模样的这个一种一个很不错的选点吧，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挺好的，就是。朕可能觉得他会有点不太稳妥，这地方将来跨断啊，这个稍微薄一点，不那么放心，所以这个分寸在这儿也是比较稳妥的一种，差不多吧，都可以。白棋这个时候得稍微想想办法，如果自己单纯的往外跑啊，感觉上是有点无聊的，因为头方向已经被黑棋，如果说你现在比较简单，比如说什么这个跳感觉有点不太清楚，说什么什么这种棋，那这个行棋的方向被黑棋走过来，白棋还是有点亏损，就子效上来说这个黑的还是很舒服，将来这个逼住感特别大，逼住啊，或者这地方随便将来怎么走一个呀，对吧？感觉这潜力还是不小的。是。黑棋的局面比较广阔一些。所以白棋现在也是要想办法，就是制孤啊，那不能特别的简单的去下单关，还是想把效率给它下好一点。实战这边是先长了一下。也是一种。粘上。这两下的交换。他怕将来走晚了。
就是因为他现在焦点肯定要放在这地方的定型嘛，白的不管怎么出头或者想办法肯定要定型，但如果那定完型之后很有可能这个长是长不到的，就是这是一种因为长道对将来这边的作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无论你将来这地方怎么走，长一个首先让你变薄了，对吧，多断点多变薄了，如果我不走的话，比如说随着这地方战斗啊，进行之后发现黑棋这地方度过了，或者这地方定完型之后这两个子已经不大了，你将来再长人家完全可以不走了，或者说等黑棋将来再加下来的时候你长就长不到了，那我可以走外边，是一种可能性，不是说绝对的长不到啊，就是说现在长可能是更稳妥一些，而且将来他不太可能用得着这个。嗯，那这个长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白棋有可能会把这两个字想弃掉了，就将来会有可能有一个妥形成转换？也倒不是弃掉吧，就是弃当然也是一种可能性，就这个围棋啊，它这个说不清，它这个千变万化，将来会发生什么，其实沧海桑田的事情什么都有可能。这就是一种概率上来说便宜的可能更高。就职业棋手他的一种感觉，我走这儿对一种直觉，我将来走有可能走不到，那我觉得这个走不到亏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现在先走，但是先走也有可能亏，只是说从概率上来说呢，便宜的概率大。那我对啊，只要概率大的我肯定就会去做嘛，因为我们都不是 AI 不是计算，我不可能说我百分之百我肯定便宜的，对吧，就是我只要便宜的概率大，那我肯定是要这么下。是因为感觉这两下交换这多颗子对这两颗子的这个厚薄上会有一定的影响，有一定影响，但是就是这两颗子他觉得不是很担忧嘛，毕竟这个刺还先手，头也在外面，黑棋也不够厚，该战战斗继续战斗是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他觉得可以接受，但是一旦如果万一将来长不到，这地方的亏损是很现实的。这地方一个断点随对这地方的战斗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一种便宜的概率是要高，所以还是应该长，这长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长之后白棋实战是在这里啊，打入寻找头绪。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能单纯的防守，因为中府的这个制高点啊，这个行棋的面，我们常说这个面基本上已经算被黑棋掌握了主动了，如果进入到防守状态的话，那就说整个战斗啊陷于了一种不利的局面，所以这个寻找头绪同时也是呢揪住黑棋，大家一起跑，不能一个人单关去跳。一个人跑就比较无聊，效率子效，其实咱们的高手都比较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子效。单关下多了，你这棋形式效率都不太好。那实战白棋是从这里进来啊，打入这个一种新奇的调子啊，他是希望黑棋，因为第一感觉黑棋会跟着硬嘛，所以想拖回去。对，应该是正中白棋下怀是吗？对，我感觉第一感是绝对不能硬。是这样，这个粘上就比较容易想到这个图。但是图下成这样的话，白棋倒也挺麻，下一手就顶住，还是顶住你这大飞，没事，你忍也就过去了。那这个白的基本上已经算活了。下面一只铁眼，你这个地方顶完之后，我这地方随时搬的连扳我就度过了嘛，所以这有后门，这地方有眼位，你也不好走，我将来跳到这儿基本上眼位就出来，你如果跳我就靠出来。而且白棋这手棋时空也是有收获的，然后自己眼位也活了，然后黑的现在也不活，所以这手棋从制估上来说，如果下成这样还是比较满意的。活得很干净啊。是，这黑的应该不能满足于这样吧？这个下法，反正这个肯定是白棋期待的预想图。这个，所以一般来说，对方的预想图肯定不能满足，不能跟着他去下。实战黑棋下一步是往下盯。没有，他先搬，没有盯这个，先搬了一下，搬脚，先搬脚。然后白棋挡住，然后这边先做两个交换。这个下法搬完一靠的下法还挺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啊。是局部这个棋形一种腾挪的借用吧。是靠一个
白棋推，这两个手棋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嗯，它保证这个几时绝先嘛。哦，它如果先靠的话，万一先靠，万一走不到了呢？比如说我虎断你，会吃这个是吧？有可能啊，那虎断完之后，比如说我压你啊，或者说，就这下。打吃完打这个有可能不要了，或者说对方搬起来、就是他其实也是一种感觉，就搬一下可能是不亏，你说直接靠也不完全怕，但是就是搬一下还好了、就是比较稳妥起见能靠到这一下。 不让白棋有更多的反击的变化。搬一下。这个，对，接下来白棋就冷静的单长了一个，这个地方跟黑棋去用劲儿的话不便宜是吧？就比如说搬啊，当手段。搬是，我也不知道搬是退吗还是长搬，就退吗？这边会有一个断点。那这如果被断了吃了，黑白的应该不能接受吧。如果你补的话，这走多了对这地方的战斗这些交换确实感觉未见得便宜。因为战场肯定主要还是在这儿嘛，对吧？你这地方搬了虎是比长夜看上去好一点，但是对于这方的战斗来说还是黑棋显得更厚了。感觉上还是长一个算了，不要给对手那么多借用。是，单退。黑棋下一步是盯下来，够凶的这手棋。那应该是就反击嘛，这也是防止白棋拖回去嘛。对，也是一种棋形嘛，这样下比较厚，因为他现在首先肯定不会再拖了，拖的话这些交换也都没有意义，本身就不太好。那不拖过的话，不说话的话，我觉得扎丁应该是一种棋的第一感。如果是往上跳呢？往上跳有点借调子，白的也不见得会拖，但白就靠出来、刚好靠出去。这其实是一种行棋的步调。他白棋为什么刚才要打入不直接靠啊？本来这种棋直接靠的长被一长，其实这棋形啊有点不舒服，在这个有点软。而且地方补呢显得效率不高，不补又。感觉总是补也不知道该补哪儿，这个棋形，对，跳还有刺双一个，又下不出手，对，靠又有点损，有点俗，把这手走后了。所以他这两手棋，如果我们看实战这样的话，你跳，我再靠了长，这样的话白棋就心安理得，非常好的一种棋形。双板凳，对，这样的话这两个便宜多了，因为你这手棋基本没什么用，我这两个子，我这放在这儿，不管死活，我这个借用起来肯定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你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用。那这样白棋肯定是不错的一种行棋的步调。是。所以黑的也不愿意给白棋借调子，那我们就可以推理出，黑的如果往外走，白棋借调子拖过又不肯，那也就其实就这个了。这个反击是比较狠，而且盯一下去瞄着白棋将来的这地方，你也不好动啊。因为你很薄嘛，也不是很好听。这步棋也是局部棋形眼位的要点啊，就很厚啊，就感觉这样盯一下，感觉就很厉害，破坏了白棋的棋形。白棋接下来是靠，继续还是靠这个了。得跑嘛，那俩也不能不管了，对吧？还得出头，就是靠着出头，棋形上也比较紧凑啊，比这种小尖是比较更紧凑一点，外面多了一个断点黑棋。对对，这样还是黑棋还是长到这个了。黑棋还是也下得比较紧的，还是要威胁白棋。因为从棋形上来看，黑的比白棋要厚一点。黑棋还是要追究白棋的一些问题。长，然后白棋是拐，对，这断点暂时就没有管了。拐，拐的，如果我看的话，我觉得拐的还挺心痛，断点拐没了。但实际上这个断白棋也不太可能断，是吧？不，主要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厚薄的对比的判断。这个是黑棋的一个隐患，但是呢，以目前的厚薄程度来看，有些不切实际。对，这块棋还没活，这黑棋底下还能回去。对，这是。
将来什么那地方定完型之后，如果有朝一日的一个梦想，并不是现在可以实现的。所以就算了吧，当务之急还是先把自己照顾好，未来的梦想已经管不上了。全管完压过去。压过去其实也挺有负担的，就这东西压过来千万不能落后手，你压多了之后啊，这地方的下一手棋变得至关重要。如果说简单走白棋这地方，如果说落一后手被黑棋这个什么下来，这是已经成为实地了是吧？实地倒没有，但你进来的话确实会很苦嘛，会被攻击，那确实局面就比较被动了。如果都是实地感觉有点太大了。当这步压完，黑棋如果退的话，白棋局部是不是可以脱先，在那个地方先行下棋？脱先，比如说拆出来之类的，有可能拆出来，或者也不见得满足于直接拆，比如说直接来尖冲啊这种都可以，直接拆比较稳健也可以。那地方反正都看清了，因为暂时来说冲断应该不怕，冲断我打完冲出去，黑的棋形也不好嘛。尖一个我就不要了，尖这种都无所谓了，尖这个可能白的就继续妥协飞过来，或者说这种地方外面走一走什么之类的，看轻一点其实也还好。你去把我吃我将这地方拖你也很难受，你长还是搬，其实这地方不大的。你如果搬我虎一下搬粘收肉关，白的还长不少木。这个可以看轻一点，那关系不大。那这个紧啊，黑的这些实战我看下的也很紧凑。实战黑棋搬起来了，也是希望白这个地方也不要太轻松的脱手。搬起来是强调这个冲断的严厉性了。刚才我们说冲断不怕，但搬到这儿可能就不太一样了。白棋就比较紧啊，气紧了这些东西容易被一手棋给闷死。是。白棋好像也没有退路啊。实战这个棋白棋断上去，双方这地方就形成激烈的战斗了。白棋确实也想断，我觉得这个也不能一味的防守，这被搬到这儿，如果你跟着走太软了，而且你越走对手越起劲，你搬的话我反搬连搬，越走越起劲，白的还是很难受，所以这直接断上去，断上去还是比较凶的。直接断，寻找一种头绪。然后其实长，这个黑棋是长，先把头铲过来，铲完之后这个变得更加的现实了，这个冲断。冲断应该还是要防吧，挺严厉的。但这个棋形白棋选择起来也是挺困难的，不知道下在哪儿比较好啊。反正不能简单的补，这棋就是补哪儿呢？得撑，得撑住，这得照顾一下这个冲断，但是呢又不能效率特别低的去补。还得兼顾一下这颗子，这颗子比如说白如果靠完退一个就把这个子送死了，也有点亏是吧？这感觉就效率有点低这么下。感觉白棋这个下法挺被动，黑的也不见得补了那地方，对，有可能不走了。但这地方我也不知道怎么走，黑的是不是俗一点，打完一直贴过去，然后再一小尖，然后就把底下的空对铺起来，这也太大了。打你长，我贴两下都先手嘛，绝先嘛。然后一小尖，这基本上就，还是有点胖啊，这个空，直接糊起来了。有点大感觉。那白棋这时候要下的也得紧凑一点。白棋实战是大跳啊，跳这个。跳在这儿，看上去是一个一子多用的好手。防这个地方的断点出头了，联络了，威胁黑棋，对吧？这种种之一比较虚头巴脑的一个
一个感觉，我感觉。那这里多颗子的话，黑的冲断局部已经是不成立了。那被贴死了。对，一拐就被贴死了。对你肠我也贴。啊，肠也贴死了，刚好这个子。这个是已经把这个冲断防住了。是。那它这个子还是一子多用的好点，我觉得这种棋不错，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好棋。也希望黑棋是不是，如果黑棋简单度过的话，白棋局部就可以争得一个先手。对，这地方白棋争先手，争先手他是走什么长，就长一个吧。长一个。这样的话作战外面能够先动手还是主动一些。你这个感觉不错，这个李维清这个棋感还是非常好的。啊，作为黑棋来说，也不能很简单的就被白棋如愿了，他也没有回去啊，他直接走了一个小尖。对，继续强调这个冲断。对，双方这地方其实都松不得。谁如果也是争口气吧，谁都不肯退让。如果黑的这种棋就也。就感觉上就是某一方突然松劲儿了，有点软，就是双方在掰手腕的时候感觉谁也不能先松下这口劲儿，都挺紧凑的。如果你这只要简单突破，那之前这个用力的发狠的这个我感觉就也不是很配套啊。所以这棋哪怕你要度过了怎么尖一下再度过也得尖一下，强调一下白棋棋形的缺陷。它虽然一子多用，但是黑的也得去继续去追究啊。见白棋贴回来，对对，也不能不要了吧？这个子主要是他不贴，他自己也不好补断。棋形上来说，然后黑棋是靠，靠这个，白棋扳住。这感觉这瓦粘这两个应该是掉了，下面这两个是吧。白的是应该是一种弃子吧，弃子下完谁好，感觉黑的吃的也挺爽的，我靠完瓦粘这不只有虎吗，这只能补这个吧。就断死了呗。对，挺必然的嘛，这个打也受不了，顶一个应该是起心要点，顶住。然后黑棋这也是实战的进行，都双方比较必然的一个这个下法是吧。反正下完之后感觉黑的还行，那这里边味道也不太好，黑的实战他没补，他为什么不补一个呢？就是虎一个吗？我感觉补本手吧，本手虎一个效率高一点，虎一个，因为虎一个你打吃是后手嘛，就便宜了。你如果不走，将来这个被黑棋扳粘到也挺爽的。他是不是担心白棋把这个抢出来？这两颗子，这两个子其实现在来说呢，将来也是可弃可取，也不是那么重要。比如说你长我跳一，你飞过来，我这俩就不要了，不用要了。不用要了。如果你走大了，我可能跟你战斗，或者我从这边尖冲过来什么的，其实也可以看轻一点。那这两个子吃了还是有收获。那不光这个呀，这个地方冲不是也就死了吗？这是白棋吊着的一个将来的一个缺陷嘛。但我感觉这个本身就很大呀，甚至于白棋是不是还得打呀？这个扳粘。好大呀，这扳粘感觉非常的爽。这还有个长，长完还有一个长完点，对，这白这下可能被你打得着了。你也不好先打，先打的话撞气，对吧？我讲七星气也有点问题。我感觉虎一个黑的挺好的，这局面黑的把这俩吃了还可以。但是他有点狠嘛，这是不是挺狠的？实战直接把这两个子穿下来，这想省一手棋。省一手棋，我是觉得就算收起吃，这付出代价也很大呀。这冲断有想象中那么大吗？冲断完将来我拖这个，我一直说这地方吃完之后这一拖其实挺难受的。拖黑棋扳。那你这地方首先得
这也被拱了至少一个天幕出来。那这个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呀，你不去吃它，它这种棋可能都不存在的。等你这是空的时候啊，人家来骚扰你，反而能够因为你的这个实地化来欺负两下，黑棋就不得不硬，只能选择继续走。所以一共吃了大概有20目棋，这地方被拱几下，拱掉了将近一个天目。嗯，然后白棋自身还有一些目数，没那么大嘛。主要这里边走完之后，看起来像。你最多收起活，算你能吃我已经给面子了嘛？就算你黑棋收起吃，我感觉都吃好像吃不了啊！这黑的凭什么吃白棋啊？再去活一个，这实战吗？没有，黑白棋实战走这了，但是黑棋没硬局部，黑棋没有硬，黑棋把这个穿回来了，这个冲出来了，黑棋可能冲这个的时候，他就决定了不要了。哎，黑的决定弃了，他是觉得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这两个子从实地上来说其实没那么大，嗯，但是呢，这两个子跟厚薄有关，这两个子吃完之后，这地方就不怕了，这个断点就不存在了，基本上，我不担心你将来什么从这给我打出来跟我强行作战，因为本来这块棋没活嘛，他厚薄有点帮助。但是，这感觉，我看实战，他这个手术的交换，感觉有点奇怪呢。这个白棋盯黑棋走，然后黑棋白棋拖的时候，黑的这边补了一个。嗯，没啥奇怪呀。那黑棋为什么不直接走这儿呢？也走这儿，然后呢？然后这里边会有气的关系是吗？先一个。然后呢？这要收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下，那这样的话拖就可以扳住吗？不是，你不能收气，你走半天你是死的呀。啊，我是死的，你这么下不死了吗？黑的啊，哎，那我不收这儿，你我不收这儿我不收这儿也是死的是吧？我感觉好像是死的呀，你只有哦，那这局部，你局部只有把攻气走出来呀，你只有走这儿呀，你把攻气走出来可以，然后白打这儿，那不就双活了吗？脱先都双活了，嗯，脱先双活，只是白棋还能先挡一下，那这边双活的话，这边黑的还得再补一个，还得贴嘛，也是一样的。哎，但是说实话，黑棋这几种交换应该也不会亏吧？先手双活，但我觉得整体吃这俩，不如刚才虎一个好吧？嗯，这样你还得走这个吗？其实也一样的，你走这个，我也得走这个，这个还是大，这个被黑棋这个尖逆收受不了，这个太大了。嗯，这个白棋一定要去抢的，这太大了，这白棋先手全力，这还是要抢的。所以他直接贴跟拖交换，这俩交换我觉得也很正常嘛，这个很厚，然后他再走的什么？走这个白棋贴，黑棋是虎一个，白棋挡啊，就是这个贴跟拖交换了一下，然后后续的变化跟我们刚才摆的差不多，白黑一团。白棋打。黑棋团，黑的没团吧？团了，黑棋团了，那就双活呗。那这就没什么。这里边本来有一个什么，有个我长是什么？得拐吧。嗯。冲。点打这个，你可以先点呀，先点冲，怕这个啊、哦，冲下去，冲下来气杀不过吧？杀得过吗？打吃，这黑的是不是得死了？
黑的杀不过白棋了。打完那道，感觉黑的黑的气有点紧，拆气。所以先点的话，担心白的放黑棋下去，所以你先冲嘛。这个图是不是还有点可能？嗯，这是什么转换？这是转换，白棋把它踢了。谁好？知道。黑的先手，是不是还行？黑的先手好像，嗯，还可以吧，有这个神奇的变化，也可以吧，推这个，团这个确实是双活了嘛，团这个打吃，这是什么？小尖，小尖，打吃。就粘上，嗯，那个很典型的双活，白棋再走的话是后手双活，是吧？立的是后手，立了黑棋，嗯，脱先，脱先，那这个也不是很大了，十目大概是五目棋多一点，这样踢都先手，这方面挂几目？一二三四，十八。十八目，这十八目是双活，十八目加点厚薄吧，因为如果黑度过粘先手，外面还有厚薄，那这个棋还是挺大的。走完之后提这都先手还是有价值，二十目价值肯定是有的。但暂时是不是还是脱先了？二十目的话，先不管，这俩是不是可以看成剑合呀？搬一个二十目应该也有吧？嗯，这样看成一个剑合吧，挺大的。这样如果看成剑合的话，这个转换我们倒是可以判断一下，就等于黑棋呢把这个吃了。黑棋长了两目，本来我们形势点目把这俩吃了的话，黑棋方大概有个十目强十五目的样子。嗯，现在如果算黑棋搬完跟双活交换的话，这块空是有二十五目，黑棋大概长了十几目。黑棋长了十几目，但是黑棋长了十几目，白棋就变得特别厚，棋全先手了。嗯，白棋也长目了。白棋也长目了，更关键的是，白棋还是个先手呀。嗯，本来刚才黑棋不冲虎在这儿的话，这地方也是白棋欠着的，将来也算死一半嘛，也是黑棋的潜力啊。那整个来说，我觉得冲一个不如虎啊。黑棋虎在这里的话，这里的目数也有15，将近15，15左右，然后这里加一半。嗯，那也不比现在少，不比现在少，但是白棋的目数没有，这个目数应该比刚刚那个图要厚一点，要厚，要厚多，这都是先手。对，因为我们看成交换嘛，这一人一个差不多，两个差不多的，我感觉，黑的搬，黑的要选择应该还是搬大吧，搬跟杜锅哪个大，应该是搬大。就这个图黑棋可能更厚一点，这都穿回来了。他们是不是担心这白因为有断，这不穿回来的话坐战上，这样是后手，担忧这样是黑的落后，我觉得这个黑的应该不得，实战继续把这个长出来，我往这边长，黑棋是跳，亏了，感觉黑的，嗯，这样是不是白棋这很舒服啊？嗯，这个先手特别的大，那太大了，就最简单，我刚才说的这种下法，我打完推火车推一排接一个，那这里得有三十，也接的三四十目的样子，主要这地方你也不好吃，你不好大吃我，嗯，如果我推一排，我这失控，你这如果围不了太多的话。那黑的明显得啊，这长完压也太爽了。嗯，我感觉白棋主动了啊，这局面看上去白棋要更主动一些。贴一个啊，嗯，黑棋没有接着跟着长，这个就没有心情再长了，是吧？再长可能还会被贴。嗯。
就是主要底下也没有空，就底下还漏风的状态。这个方向，这个长实在太大，也就是说这地方白棋真到一个先手还是很满意的。嗯，这个太大了，这黑棋再走主要效率实在太低，因为从这个行棋方向完全不对，就跟着你走就完了。这行棋方向里边太没价值了，太无聊了，实在是尖冲，也是棋形的一种感觉吧，出头照顾中央，尖冲贴一个本手，贴剑冲来一跳，一个新奇的一个小吊子、啊，我们现在是追上了实战的这个进程啊。嗯，现在刚好是下到了这个69手。嗯，那么简单来看看下一手，预测一下大概，那搬吗？搬，比较就退，容易想到的啊，简明点的变化。搬完了，尖冲，不是尖冲百搭吗？不知道担不担心什么反击？如果没有的话呢，尖冲确实好，效率挺高。为了贴白的就跳一个，那舒服啊。这个尖冲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是吧？跳我就跳。一个是出头的时候，一个是分段联络自己都可以用。其实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形势嘛。我刚才说这俩差不多，我们就可以看成黑棋搬，白棋虎一下，搬粘完之后双虎，我们来判断形势。我就觉得白棋时空应该还不错。白这15、16、17、18、19，这20、9、30、33、35、37、38、39，将近40目吧，能点的。像这个45目，实地还是有的，45目。黑的这块空的话28目，加起来38目，40目。但是之后这个东西点10目是不是有点过分？点不了吧？点。主要白棋还很厚，这潜力上来说，黑的也。这白的这下一个这一单肯定有15左右。对，黑的下嘛，肯定是黑棋下，黑棋下也就能点个也就能点个10目。对，尖不知道能不能尖得到，有可能尖不到，尖有可能走这边。嗯，我觉得白棋要好一点，这棋感觉上白棋优势的局面。嗯，那实战就是尖冲的，但他确实，我就说尖冲是不是有点担心这个反击？嗯，那如果黑棋、担心黑棋反击的话，那这下又不搬呢？有点道理。有可能，你就是，反正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搬得着吗？也不见得，也不见得，也不见得什么时候搬得着。尖冲黑棋贴再搬一下，那搬不着就搬不着呗。搬着，如果搬着完不，也，这白的可能就弃了。我是觉得可能不会粘了。嗯，我本来想说怂一点这个，但确实很还是要尖冲，这个不肯，那些效率不是很高。嗯这个确实要是刚才是说尖冲有点担心对方的反击，但反击看看也就就反击呗。反正就白棋这贴拐一下这三个子弃了行吗？不要了。贴我会不会是爬的呀？哦，爬出去。这三个子弃了当然可以了，我觉得就得想办法弃了。我觉得弃了就是挺好的，那你贴主要是我爬，爬，这是什么？这个雪崩险。啊、这突然来个大雪崩，有点。那我不来回、那我打了力，断出去。我这个子也不能是副作用吧？总有用吧？正常大雪崩是。这张大雪崩白的啊，你内拐白的啊，这个大雪崩真的很久没有下了。大雪崩现在是结论是黑的不好嘛？嗯，所以大家都是立的，就不会搬了。嗯，但我这有个子啊，嗯，感觉黑的还是可占的。嗯，对，但是有点复杂的博弈。啊，实战白棋没有，确实没有压。
把你直接挡下去了。嗯，是不是也担心黑棋盘？对，我们这个进程跟上了进程，但他们下的应该还都挺快的，是不是都快读秒了？嗯，这个棋是每方基本时间是一小时，读秒是几次啊？一次啊，只有一次啊。哦嗯，那一点开始下的，现在是三点。正常的话，至少有一方要读秒了。对，正常读。这个李维清好像下棋还挺快的。嗯。许家园不知道快不快。然后黑棋贴。嗯。长吗？这应该。嗯，实战是选择的是跳。跳快一点。跳速度快一点，跳一个，嗯，跳是走什么？能不能长到啊？长，还粘，靠过来，嗯，这骑行的感觉很好，来劲儿了，就感觉上腾挪，我感觉这个黑的被揪住了。那不太行，你把黑棋往下跳，往下跳，反正整体上来看，我是觉得白棋不太怕吧。嗯，就中间这几个子，即使被黑棋吃了，就也能接受哈，还不是很大，可期可取感觉。嗯。哦，实战黑棋是直接断的，直接断在这儿，那断的干净啊。白的就不要了呗，要也行，跳一个也行，嗯，不要也行，缠也行，那就吃。我是觉得这个棋实地来说，白棋不错，嗯，就这么吃了。嗯，那我这方还是虎一个，虎吗？感觉搬粘挺大的。搬粘，但搬粘被你尝一下，也大是吧？搬粘，我想虎，虎你走什么？我是不是也要搬粘呀？那我搬，我从这靠下去。然后搬直接靠。我觉得黑的挺落空的呀，这吃这个，本身实际上来说就是木棋嘛。后归后，但这个棋黑棋现在的问题是实地其实不太够，双方进入到官子阶段，这个是不是全盘最后最大的地方了？对，这里是一人一个，这边一人一个吧，算是。嗯，就将来白棋要走的话，是逼住还是飞脚上？这随便拆一个吧，拆一个大，嗯，逼住大。那白棋就在这一带尽量争个先手，嗯，清处理了，然后把这个抢的。我觉得白的很顺，嗯，就可以啊，我觉得就可以，虎一个挺好的吧，虎一个下一手搬粘就舒服，因为直接搬粘的话被黑棋尝一下，脚里也没棋了，感觉不是特别满意。如果虎你跟我走一个再搬粘，嗯，你搬的话我就靠下来。嗯，白棋清处理，对，嗯，挺好的白棋。嗯，下到这里的时候，现在轮到白棋走啊。我看到李维清迟迟没有落子，是不是？看样子还没有机会读秒。我对，我感觉李维清昨天跟袁胜珍那盘棋，袁胜珍读秒的时候，他还有好多时间嘛，是吧？我感觉，因为看这个时间，应该不是在读秒当中落子的。嗯，那这样吧，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嗯，啊，一会儿再为大家介绍后半盘的讲解，嗯，啊，一会儿见。好，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这盘棋。
刚刚是到黑棋是断下去，改白棋，白棋实战他没先拆，还是先虎的，还是虎这个，虎这个还是一个要点。然后黑棋飞了一手，这个棋我总觉得黑的就是把这三个子吃掉了，就是花的手数有点多呀，我感觉白棋怎么走都行，思路都可以比较灵活，今天尝一尝。实战是尝了一个，然后黑棋是爬，感觉黑的有点难受，冲完了一扳。这得补啊，怎么补呢？虎加上麻呀。对，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没有办法接着跟着走了。这再一扳，这断肯定是炸了。有个断，这不行，这个气太紧了，实在是。那黑棋只能是在脚上补一手。那怎么补啊？这本身脚上补就被刮得太惨了，这中间从时空上来说收获其实真的不高。我觉得黑棋这个行棋的它的效率有一定的问题。中间吃了石木棋就被刮惨了。而且很有可能这局部落后手了。我哪怕什么都不走我都无所谓啊，就是你走我还是很想去欺负欺负你。这扳黑棋还是得走，不走就打一下，讲完不活呀。这黑的再落一后手怎么弄？团上吗？那不能吧？那不能团。团上这棋还咋下呀？那怎么办？那这脚没活呀，再一打吃，扳粘。扳粘得比团强吧？扳粘。那扳粘白的这就跟着走，虎一个。扳的时候，你能先点一下吗？不便宜，不一定便宜是吧？还要搞，也有可能这不行。我感觉这黑的，太难受了。这棋是被虎在这儿，这个脚上的棋形黑就比较难处理。那这个之前能先长掉吗？既然虎这么重要，长确实要靠长，它长长不着，白棋不粘。这长白棋靠在这儿，靠这儿黑的棋形也不好处理。都无所谓，其实白棋就不高，如果保证是先有先直接脱先，我觉得形势白的应该也是明显优势吧。我觉得脱先，那脱先哪个大呀？你别说这脚也挺大的，这脚主要是我走的时候你拆边我正好一间，等你围空我去搓你一下。对，然后这边还也有一些先手，脚好像也挺大的，主要是这个后飞进去，这好掌握。这棋黑的怎么可能够呢？这黑的实地，这效率真的不高。点啊断飞，花了三手棋，长了实木。那摸一后手，这虎的时候把黑的这个还下的挺简明的，就直接吃住了。那跳一个呢？跳出来挺好。这个下法感觉就。倒是挺贯彻思路的，挺连贯的。把这三子他跳他，但是白棋可能就连回来，他竹篮打水一场空，他搞了半天也没吃掉，这被虎一下已经很难受了。你跳在这里边，将来的棋形我点一个走什么呀？你跳一个，我直接点你都不知道走什么。直接点在这儿。那棋形这被虎已经虎麻了。点在这儿。点在这儿，黑棋怎么办？这个不能接受，被你扳回去立下去。那是不是被断开了吗？那当然各种冲断，冲断就给断了。那我怎么办？我总不能下这儿吧？那就不能。那这点是挺难受的。这点是挺难受的。点正常可能就只能顶完扳住了。那这个又被刮了嘛？是。这个还没有呢。
啊，那这再跳回来，然后跳回来，这样的，这个跳虽然本身木薯价值不大，但是它对后包还是很大影响的，黑的还是这几颗籽还没有完全活干净。对，但是问题是黑棋现在是顾及到后薄，走这么下它当没问题，它当然厚了，厚归厚，但是你这个实地不足以支撑你把棋下这么厚啊，你棋是厚了，白棋也活了之后，你空不够啊，这棋，这黑的能够吗？这刮的也太爽了，这冲完一扳舒服啊，虎。虎的时候白棋确实跟我刚才摆的一样，把它搬了一个，然后黑的去搬粘，他也没像你说的点他一下就搬住，点可能不一定便宜，本来打是先手，但我怎么觉得点挺便宜的呢？啊，是吗？点完这里边如果我点一下之后再搬粘上 你也是粘，如果将来没棋的话，这一我的外面有个子是吧，有个子的话这一盘是双活吗？哎，这如果没有子是不是也有棋呀、啊、我就直接走、你帮我立，那这不是有只眼吗？然后我尖，那我随时可以先尖吗？那就双活了、我尖你帮我做眼吗？啊、哦、对对，你说对，就是这得有个子嘛。那我感觉点一下便宜，这不点不是也不影响什么，我就靠一个你，哎，我就现在靠你一个你也受不了，我现在靠你一个失应手，你总不能这个两个给我抽了吧。这我端点都不用补了，所以我现在靠一个你也麻了。那他也不着急，这里边太恶心了，这黑棋将来我这随时来搓你。是我们刚才说这块棋黑到28目，中间吃了长了10目，38目，这块空大概40目。那这个脚里现在都没什么目了，被靠是个什么东西啊？很有可能大概就是大概剩个五六目最多了。黑的不太够的棋。两难下。这后半盘可以逆转的地方也比较少。虎还是实在没，现在目前还没落子，是比较犹豫啊。想脱先，想脱先，是不是想抢这个抢哪个？那个我觉得，我先想想，还是飞这个大。我感觉拆边这边顶一个不太舒服，顶一个确实跟厚薄还有点关系。顶到这儿的话，白棋这块棋还得花手术去处理。这个飞对眼位厚薄还是更重要。主要这种棋就是你围的时候，我正好搓你。搓得特别顺手。这黑棋接下来拆边间距上是二还是三？那能三肯定三啊。能拆三。真能吗？这个打入应该没了，但是你拆三我这个变绝仙了。你拆三我这个你再不走打入。就感觉一共这棋就有一种感觉，好像黑棋拆边啊花了一手棋，但是围的空跟白棋尖一个得到的差不多。没涨多少。这将来还能继续搜刮，那就刮刮嘛。这地方大概也就七八目棋最多了，白的尖一下先手已经获得了四五目，黑的也就是消消白棋的潜力。其实本身这种地方感觉白的先手定型之后双方目数差不多。实战里韦静还是选择了虎住。犹豫了一下还是虎上了，优势吧，我觉得这个好掌握啊。这虎柱确实里边这个很现实，我不你走什么我就来弄你。那黑棋还是只能搬脚上，那粘上，哎，就粘上啊。那我哪怕我觉得这本来这地方是不是就有价值啊，就走一个如果你脱先的话，这白的是先手双活是吧。我走这个你是不是也得选择加？没有这个勇，没有这个勇气吧。这先手双活，这没有摸摸了底下。这黑的吃这个，这目数感觉更亏了呀，难受。难受。虎一个，哎呀。啊，所以实战黑棋加一个，这有点道理的。我看懂了，这个加一个就把这两个子都看清了。你如果粘上我立，你粘上它便宜多了，将来这东西就不怕，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它点是不怕的，我可以爬嘛。
点我爬没事儿。嗯。也是双黄。点爬没事，那你现在看我就虎，这两就不要了，我这全便宜到了，便宜到之后这两就打二还一就无所谓了，所以他这个时机掌握的还挺好的。他现在加一个白棋也没什么反击吧，加应该也只能粘吧，就粘哪个的问题，应该还这个吧。那我粘下面呢？下面我跳。那我现在靠。那我跟你拼了。啊，跟我拼了，断这个。那我只有跟你拼了。你这还要欺负我，忍不了了。嗯。那跟你拼了。对，这脚上白棋直接杀气杀不过黑棋，只能先拐出来。那没必要吧，就是乱，你拐出来我就算搬嘛，我现在跟你万年劫啥的都可以考虑啊，你这断开之后自己薄了嘛。嗯。嗯，不知道，感觉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那我觉得加一个这个是好时机啊，你这时机还是挺好的。但是就这么粘上是有点不太肯哈，感觉明显被便宜，脚里没棋了，有点不太肯。嗯，那还是那如果还是不如点掉，不如你刚才点掉好。先点，如果是他要加的话，点掉好，你点掉就。现在就不会这么麻了，你爱便宜加就加呗、嗯、走完之后里边我先手双活。现在主要是走完之后里边没双活、嗯、这黑的木差挺多的。嗯。这点一下应该能便宜个四五木啊。我亏的有点多吧，我没注意到这个加吗，这加现在是有点麻呢。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粘上算了。嗯，加。粘上面还粘下面。差不多，正常嘛，正常第一感肯定就站这算了，就算了，就这样。那、嗯、这个确实没点到目数，有点亏。那以后这样黑棋白棋靠就黑虎，这两个打二还一就给了。对，你靠我虎，你点我就爬。现在这里边没有双活呀，什么都没有了，这脚就是黑棋的空啊。本来你点到一下这白的先手双活，太爽了。嗯，然后这爬完一般先手双活嘛。现在这脚是黑棋的木，嗯，那现在是不是也忍住算了？没办法啊。加一个好棋、哦，嗯，加一个是好棋。李维清还没读秒吗？时间还没走。李维清这个时间，我们这……我们看一下现场的实时画面。现场画面也看不出他这个用时啊。嗯。哦，那怎么这个徐家园开始吃巧克力了？补充一下体力是吗？补充一下能量。棋手都挺喜欢吃巧克力的。嗯。这个比赛的时候可以补充能量是吧？对对。总是有，就是心理作用，就是会、会兴奋一点，嗯，好一点吧，精神好一点，嗯，应该是还是、加这个，加白棋粘，我刚隐约看到有一个图，不知是否可行，就是粘的时候这脚上单拖一个里边是什么？嗯，那还是你秀。啊、不知道是什么，没看懂。单拖，你要挡的话，我就啊，那我官子藏进来是吗？不便宜是吗？便宜吗？藏进来我就一团。不便宜啊。便宜的也忽略不计吧。啊，那也没啥便宜。那怎么办？哦，他实战是站在下面。不肯忍，他不肯忍、嗯，他跟你一样，跳了一个。拖了，拖了，哎，
他还是拖了。我是觉得他早知如此啊，就应该点完再搬。嗯，没你下的好。那样会更简明一点，是吧？这样没必要嘛，是不是？那跟你拼了呢？跟你拼了，怎么着？然后你也只有拐吧。嗯。你拐我不能长了吧？我长你长完搬砖，我是不是死了？好像是。那我也只有搬，我就不能虎啊，俩子不能掉。嗯。搬。搬白棋。打起来，白棋觉得作战不怕。这突然之间这个。战斗起来了，本来我觉得白棋简明的下就行了。嗨，这是什么？大吃，这黑的是不要贴回去啊？我不走怎么了？我就挡下去。这个瞬间风云突变啊！我觉得至少是乱，这脚里根本无所谓了。现在万年劫啊，我就跟你打。挡下去我这烧活了，活了。我杵出来呢，杵就推啊，你再杵，你再推，对吧？这都没活，你这回不回去也无所谓。你杵多了，我这不一般，相当一般，不还能吃吗？嗯，现在白棋这块没活，这块没活，这块也没活，这棋何必把自己下的那么复杂呢？这局面是不是有点……那实战还真就这么进行的，搞不清了。嗯。那只能是这样啦，就实战像这样拐完扳打吗？挺有必然性的呀。我就觉得黑现在就挡下去。黑棋。白棋下的不简明啊。没必要啊，这个。他就是想靠到这一下，就是、想要多一个双活。那确实是想靠，就刚才是说，就是想靠啊。这个因为白亏的，如果没走到的话，那他如果忍一下，亏很多吗？就是刚刚是五目棋嘛，刚才说了，如果这里面黑棋的目就白亏一个角，亏大概至少五目棋嘛。亏五目棋确实是不太肯忍，但问题是他没有找到你那个方法，就能够完美的解决他这个。这个隐患，你他不搬先点 点完之后再搬，就能够完美的达成他的预想吗？脚上还是有一个爬，有个双活的。对呀、啊，脚上是有的嘛。他走了一个这个，他走了一个这个，走一这个，这个确实挡下就感觉会更乱一点，这三颗棋也没有活干净。我是觉得挡下去乱，这个好像就是本手的感觉，但这个白的就度过了，加回去。那黑棋要，黑棋是不是要吃上面那一块？吃不掉的话，这空不是又亏了？哎，说的是啊，吃，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吧？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容易吃还是不容易活，这个得看看这。哎呀，感觉上不容易死，我感觉不会死，不是对啊，我是刚才是觉得这棋也不容易吃，所以为什么不挡下去呢？冲有什么怕的呢？我不明白啊，冲，我就退，冲我就退，冲我就退。嗯，没关系啊，然后你去做活嘛，你做活我将来要搬不是还能吃回来吗？那这样是乱一点，我感觉变一个，变了一个，这变我觉得白棋总是要先联络吧，先加吧，加回去，还没下吗？加回去，没有，还没有走。加回去这边，反正逼住，我觉得靠。这家刺是肯定是刺不到了，是吧？啊？就这个刺，这刺不到了。能刺到吗？能刺到吗？这吃这不全是木啊？啊、哦，能刺到。脚上先插了实木器，那能刺到，先刺一下呗，先把它用眼位刺掉。刺完容易撞气。不知道，我这将来尖的什么。
伤，这刺完也不好走啊，这棋。这是不是只能退呀、啊？刺完我这一虎你也动不了了，你不要拱断，你现在只能回去。拐回去。那这是不是已经活了？挤完挡住你一小尖，我这是不是还有眼？挤完压。不好吃吧？嗯，吃应该吃不了，我感觉应该是不好吃。嗯，实际上是拐回去的，拐到这里。拐回去跟加过比，目数肯定不如加过，但借用少了。嗯，借用少了，劫财也少了。嗯，就本来加过这什么粘了飞啊，各种借用没有。嗯，现在就看这边了。如果这能活出来，不付出什么代价的话，黑的肯定是不够了。这目数又亏了呀。嗯，这一下六十几目，这白涨了十几目。现在脚里典型的这个双活，一目没有，这就杀呗。嗯、怎么杀？我感觉活面大。嗯，感觉上是活面大呀。刺了一下。先刺了一下，刺无条件粘上了，这肯定不能给。无条件粘上，嗯，这个从双方的表情上来说也看不出什么哈，反正都在算。嗯，这是只有逼吧？想杀这也只有逼啊。靠，这应该是挺必然的吧？退、嗯、也是必然的吗？虎，我感觉这几手棋是不是挺必然？虎的话，黑棋团上面啊、哦，不是团上面撞气。能活吧？还是这黑棋是不是只能拐一个，也没有别的办法？嗯、这也没啥办法。那你之前把我家冲掉，有没有可能俗得到吗？现在冲一下，就冲你，有没有可能？你冲这个，哎，冲不着。冲我都不硬了。不要了，对，冲不着。哎呀，这好像不见得敢粘，什么冲只有粘。这棋，快挤一个呢。我放你连嘛，放你连黑的，嗯，黑的应该不会死吧？靠一个，靠这个，这么秀了吗？靠，不对，靠你就长一个，靠真，拖完拖完立我刀八五是不是？这什么？长完了和我立这个是吧？嗯，双活。拖一个呢？啊，断你就退一个，没有用。断退这个，嗯，吃了。打劫黑的应该不行吧？嗯。拖断。断。拖我退呢？爬。搬呢？往回退。哦。我搬断这个看不清啊，打劫
打劫的话，脚上有劫彩。上面有劫彩。打劫好像是黑的不太好吧？这上面还有劫彩。复杂。白的好像也能对付。实战是什么情况？不要了。尖的时候白棋没走，尖刺的时候白脱先了，这是走了一个，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还挺大的。不要了，亏了呀。不要肯定亏了呀。不要了肯定亏了。这太大了，这感觉这吃了二十目，这是连着带脚的目全吃了，这靠一个损了两目，本来打完半粘，靠一下进损两目，还损两目棋，亏了。这地方肯定是没联络吧？这地方活应该活的，但是欠着点东西，肯定不都是空。好，肯定还是欠点债，是不是？不完全是空。好，像这样的时候，白棋也没有去飞这个角，因为他现在厚了，厚了之后，这个感觉价值就也没那么大了，还是选择了 B。这个棋我感觉瞬间变得漫长了，本来我觉得白棋应该是优势挺明显的，现在我没准确的判断过啊，因为他这个还有很多没定型的地方，那我感觉上黑棋追回了很多。我感觉黑棋追上来了，扳是吗？这两个比还是这个大，虽然一人一个，先挑的还是总是好一点。这个黑棋要度过吗？他先刺了一下，没走。度过，反正二十目棋，二十目棋现在来看，应该是最大的吧。这地方也不知道怎么点目，这地方靠一个。是怎么定型的？还是欠点东西的？靠我搬上面断一个吗？打，那就打下去。那我搬下面吧。搬下面你要断？那不然我怎么下来？搬下面断。那这怎么办？这只能退打一个吧，打这儿。还有定型，我打完冲下来，你就吃了什么走，分开。反正这样黑的能便宜点吧，我感觉。打这儿，打这还行。怎么样的形势？不知道，很多未知因素啊。黑的如果现在度过的话，白棋立这个，目数怎么样？这方面。好点，把实习生实习生黑了60目，白的还是不错吧，白棋应该还是可以。白棋应该还是可以，还稍好。白棋应该是有点溜的乱，有点搞不清了。但感觉还是白棋好收。感觉还是白棋好收。黑棋是度过之前，这边先粘掉了一下，然后白棋粘上，往这边打掉了。黑的肯定就度过之前先走嘛。它其实就是一样的，就是走完之后它是要度过的，对吧？度过。然后该白棋下，这个能不能立到啊？很想，
但绿黑的应该会打进来，是吧？黑的应该要进来了，是不是？怎么着进来？那它飞进来一些。嗯。黑的肯定要进来了。如果不绿的话，很想绿吧？还是想绿吧？绿、嗯，还是想去绿这手。我觉得白棋还是稍好的局面，还是要好下。那这个确实有点没必要，我感觉这转换挺没必要的。不捡命是吧？不捡命。其实换句话说，这个白亏的呀。就是你加完跳的时候，我不靠，我直接加这个，你不也得断我吗？你加完跳，我加一个，你走什么？你不得断吗？嗯。我打吃。嗯。然后再打，那么白亏两目嘛。嗯，就什么时候走都能走到啊？对呀、啊，都黑的都是白的。但如果这死了的时候，我这靠一下不亏了两目嘛？哦，就你刚才加完跳手，我直接加嘛，你也断完，他肯定也是这么想。我觉得后面进程应该是一样的。嗯，就他靠的时候，当时肯定没想把这个弃掉，肯定是没想弃，这也是后来觉得粘确实有风险，灵机动粘好像确实担心楚。就觉得没有必要，本来优势的局面，对，就没有必要。他差二主要应该现在觉得形势也还可以，嗯、但那之前这肯定是亏了两目棋，还是立了，还是很想立，所以还是立了，立了黑棋长打一将、嗯，然后。这盘棋以后收束会不会形成一盘细棋？嗯，很细的棋。不知道这，我感觉还是白棋好一点。那具体这之后的收束来说、嗯，还有很多未知因素。这地方怎么定型？这地方怎么收？这目其实不是很好点。但总体上，我感觉黑的应该还是稍微差一点。嗯，尝了一下，是白。黑棋的现有权利来度过，这都是你的权利呀、啊。下边要进来了吧？应该还是白棋好，嗯，还是怎么就对。这地方黑的应该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挡住，就挑最狠的下呢。来挑。也还是挺。这你不怕我跳进去？那形势不够了嘛，跳进来再说了。站嘛，你也没联络呀。这个白是不是要跳进去啊？白的联络被你挡回去，给他被黑棋先手便宜。跳，白黑的也不是很怕嘛，这胡子。我觉得白的有点薄。嗯。嗯，这边先点了一下黑棋，这里点着收，点着收，长呢？冲，那不后手了？啊、哦，断。那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棋拖先手？这里边本来也有棋吧，我先把你这吃了。不吃透、嗯，拖先手挡下来，好像要出大事。这好像白的不太行，这一拖、嗯、拖完冲完一挡。这有点漏了。嗯，本来直接挡的话，你可以搬回去是吧？搬完断，搬完断有一个大头鬼。啊？
那不是我不冲这下，我直接挡。哦，直接挡。嗯，大头鬼我随便吃，吃完我下面活的。这人家白的不行，这是不是只能忍住算了？实战就粘上了。别反击了，粘了算了，忍一忍，忍一忍。这个进来。对，就是选点的问题，肯定是要进来，就是一个选点。还是挺看不清的，这棋胜负难料。我是觉得墨竹白他可能是要占点优，但是这打入未知因素还很多，不解明。嗯，走什么？第一感啊，飞了。第一杆飞的，这飞黑的是不是要挡回去？那就算了，那我怎么都行。但是好像可以成立啊！你冲我扳断你，飞你挡我太满意了吧？你挡之前你怎么着也。虚一虚，反击，稍微弄两步吧。我感觉这被白棋走过来，黑的就很难下。那就点一下，点一下就点一下，顶住贴，没了，不知道。感觉好像白的也不怕，还是白棋好。实战下的很。中规中矩啊，就跳一个，这棋就跳一个，飞一个不好吗？跳一个黑的刺一下，黑的就把这全卖掉了，尖一下全卖掉，全部卖掉，然后走什么？是要飞吗？感觉有点过分吧。这飞贴是先手的话，是感觉黑的都快死了。嗯，是不是有一个分？那黑的如果不从这分段，黑的如果只是为了自己再走一个，他是想抢这个是吧？就把这个挡回来了。这样的话，角跟这个实地都破掉了，满意吗？那我觉得今天这个俗不俗啊？就连上了吗？总感觉联络的非常的颤颤巍巍的，怎么没连上？再飞一个怎么连？靠一个。就打个结是吧？活的长，有点勉强的感觉。粘上这个略有不满这个棋形，我粘这儿吧。粘这儿，很酥软的连上了，还行，就这样了，定个型。白棋这个双闲手，这可以溜回去。溜有靠。溜不了几目棋，溜的有点难受。这被虎一个也有点难受，要不这边还是长一个。黑的还是确实是挡了，黑的挡一个。都比较普通的定型吧。白的能不能？有办法先手处理好地方补一手，现在有没有先手定型的方案也不好找是吧？那这边尖回来就尖一个，这黑棋敢脱先吗？不去吧，点到这儿尖是不是有点太松了？
他比如说那种靠啊之类的。靠一个挺好的。靠一个黑的也不好反不好动劲儿。靠我就搬。那我就反搬。你这走多了你就快死了。打你呢？你还敢打我呀？打吃呢。那我就随便走我就成一个。这黑的你有本事还有勇气提了我。不敢吧。嗯。哦他实战这边是直接就穿出来了。也是就寻找头绪。嗯对尽量争一个先手。争个先手这地方补一手。补一个。补一个我感觉白棋失控应该可以。嗯穿这穿完之后黑棋局部棋形很难硬啊这走哪儿啊这跳也被冲出来了飞一个飞也不对啊那实在是挡下去的挡下去挺乱的这地方我始终觉得白棋可以来借借劲儿啊别盯着那个地方走靠一靠黑的很难受声东击西一下我觉得还是黑棋苦一点嘛我觉得白棋这地方应该能走个先手定型。黑棋苦活然后白棋补一手我觉得白棋应该还是好一点。搬。就是搬了要虎啊。搬肯定不是粘肯定是要搬完要虎。要强调一下脚上的味道。脚上也是奇奇怪怪这还有个虎。这那这闭着眼睛也得打咯打劫打劫打劫是什么打劫不知道是什么打劫找什么劫啊白的也不好找劫啊嗯对这枚是都损劫啊都是损劫你不好找这都不知道该怎么找这 那就粘上吧先粘上。粘上的话。粘反正我这地方走一个嘛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走的。这黑棋出头出的也挺别扭的。他是要出头还是要做活呀做活。那。我尝一下。对尝的难受。有个点长的难受嗯长虎捉也还好人、嗯、这串黑的活如果就这么全活了黑的还是很舒服啊这活的目数有点好吧活的你这白棋可以争个先手了那也是争先手但是这黑的这木薯有点你走在这儿的话这将来这打吃先手小问题打吃我补脚吗那我提进去这能活吗那不知道这上面是怎么定型的、嗯、再说八个虎打吃白棋就粘上这感觉也不是很肯啊但是打劫确实你得、嗯不知道怎么找劫材了感觉黑的更好找可能也只有粘上、嗯、黑的总先打一下爽一爽不亏了嗯，实战进行是粘上的就会粘上就粘上了粘上下一手要么就是跳、嗯、要么上面是不知道怎么走上面行吗
撬一个，白棋怪，管你难受不难受。我不难受啊，我只有虎吧。你要来，我给你打劫。嗯，要打完之后你打这个，一路打吗？不打吗？不打，打，打吧。也搞不太清，他实战是贴了一个，他读秒他贴一个，贴一个就做活了，准备。嗯。嗯，有待判断这个转换，总感觉黑的活的蛮舒服的。黑的活的感觉还是挺舒服。搬，要搬住吧？要搬住吗？还是跳一个？对，要跳一个。搬完是不是很想把这个给它盖住啊？这搬完不知道走什么，如果常被飞有点难受。嗯，然后把这个给它压住。感觉这个棋双方都挺难下的。这个棋凭感觉，说双方读秒的话，这局部的定型一分钟之内，我觉得都是凭棋感在定型了。你很难去判断清楚，是吧？就定完型再判断了。先就凭着感觉，局部觉得怎么好，去先去定个型。定完型之后，谁好，再做判断。我觉得先后手还是很重要，白棋这地方得争先手。嗯，现在双方实地是比较。双方目录是比较接近的，是吧？状态。那这个定型还是挺关键的，这里面。目数本来是觉得白棋还不错。白棋单长了一个。没有压住。没有搬。长，张飞其实比较建筑。哇。就建筑。建筑。其实不长，长总感觉是不是不如压住啊？靠这个是吗？长他是占搬了一个，我感觉白棋下的调子不太对啊。嗯，白的是不是有点难受啊？这棋下。搬白棋也只能搬住吧，这黑棋现在搬住我顶住呀，搬住我就顶嘛。你这地方打我一下，贴住，连回来，不连死的活的。不连没活计，这串我怎么觉得白棋下了个计谋呀、啊？这黑棋没找东西是吧？这串是什么东西？这干嘛呢？这黑的活的有点太彻底了。黑的本来是能活，但我感觉白的应该有搜刮的手段，这啥也没刮着，一串单关。嗯，这感觉略有不妥啊，这定型。这搬白棋是单贴，单贴关系不大吧？单贴我还是小尖，长也不着急，我就直接小尖。哎，那这样的话不需要，就不需要虎这个了，这挤是先手吧？那你挤吗？问题是，你现在你得表个态，你挤不挤？这个挤得出手吗？如果挤的话是，黑棋局部要补一个吗？还是搬一个？我要补啊，我补先，我把这长掉呗。这你还长这么长？那你走什么？你也不能扑我撞气啊。嗯。那你粘上的话，我跳在这儿补。哦，
我不会还有搬砖的步伐吧？对，你可以考虑。哎，但我这要走，我这铺完展上你就没有搬砖了。那你铺一下，你毕竟先损一木，大不了我就虎回来补呗，这给你好了，你就铺一下一木漆也挺痛的。铺我有可能跳一下，我这白的不对吧？这下的我感觉有点变调子。嗯，他实战是虎的，那不还是刚才那样吗？虎一个，那你没打我，少打着一下，少打着一下，区别倒是不太大，因为他走什么，他就长吗？哦，我感觉白棋这串儿应该算挺失败的，但是争到了一个先手。那先手这地方也不会输，尖一个。怎么感觉尖了以后这一靠，这尖这个怪怪的。如果都围住的话，其实黑的还有更狠的下法，黑的棋还能冲在这儿，越战越勇啊。嗯，先冲了一个，冲是冲。白棋粘上，黑棋是要挖吗？啊，你还能粘上？啊，那挖呢？这是要挖的。这你也太冒进了吧！我别的不说，就算你活了，如果你要用到这步棋，被我这啪一巴掌。实战是挖的，实战是粘的。啊？实战是粘的，现在下到这儿，他没走这个挖。这还能粘？嗯。啊！你挖我的话，这期我先吃一下，哦、我这拐呢。哦，这么神奇吗？全给干死。哦，那这俩不要了是吧？给你一只眼。那杀气，杀气。不是，我觉得我走哪儿你都不行。我这期我就算搬你这期能行吗？你搬我这打一圈回家了。你回家之后我打完一挡，你这串木梳这妥吗？这被打完一挡，黑的活了一个贴木出来。你回家，你也得先打了打才能回家吧，不然你就容易被我毒死。嗯，哎呦，还真实战真挖上去了。这怎么突然？我觉得白棋这怎么弄啊？这个打吃是不是也需要勇气啊？哦，对，这下可以不用打，不用撞这气。不用撞你，主要你不用撞你，走什么？跳一个。跳。跳一个长。不跳。我单打在这里，是好棋吧？是好不好？我觉得都不重要。我就算简单的粘上，这棋这是在搞什么东西啊？这怎么走啊？这不行吧？他拐一个，拐一个，我就算不是，我觉得我肯定有比粘更好的。我就算粘上呢。你不能走这个，走这个我刚才看这是不是扳死了？这回不去，你只能跳这个回去。你跳这个，我贴住是先手，你不走我顶死了。你这棋你得补一个嘛，无论谁没补一个。嗯。那，你确定这个定型白的能接受？白的在干嘛？这是围了这干嘛呢？这被打了一挡，搬砖可能还是后手，将来我这再点你。还有搜刮的手段。我这个木刮的已经刚才白棋这地方，这刮没了个，这能行吗？嗯，黑棋是粘上的，黑棋实战粘的。啊、哦，这个怎么还敢粘这个？我真没想，这为什么还敢粘这个呢？这不像能便宜的样子。啊，跳。这只能跳，只有跳才能回去啊！走别的都回不去了，跳我就贴住呗。
那个咱们摆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嗯，应该也就贴了。那这样定型，然后就打了挡住，这个不对了吧？我感觉这个棋，哇，这个我们回想当时打入的一个样子，这怎么黑的在这围了个贴木，打了挡到这儿了？这木数一出一入，至少十几木没了。白的走到啥了？这黑的脚长其实木数挺大的呀。嗯，这不活挺好吗？这啥情况？这串下的全单关呀？没走到东西。好，黑棋这边先打粘上啊，一样的嘛，没走哦，那就先交换一下是吧？挡一挡一个。那打的时候妥协吃这个，这一二三四六七八十六，主要这是先手呀，粘你得把它当先手看，提了这不逆收吗？嗯，算了吧，忍忍就过去了，这个总是别人的，总是要粘上，算了吧，没必要嘛。这棋要坏啊，这串单关下的属实有点儿，这没有。嗯，这还没挡呢吗？嗯，亏，反正我觉得就是亏，亏呀。黑棋还没挡，还没有走，是，看来是在利用读秒的时间。这一串判断形势，这被打的也啊走了啊走了啊，我们这边，我们这边不是走了，这是我们摆的啊，是我们摆的，看错了，我就说怎么好像延迟呢？是我们摆的画面，是我们下的。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这贴黑的还是贴的，白棋在挡回去之前先把黑棋打断，黑的肯定会粘上，打了一下，然后呢白棋这个棋就这个他是不是粘还是挡住好吧？我觉得正常来看可能就挡住算了。挡住挡吧，大概就这个样子吧，我觉得，我觉得这样吧，白棋补一个点点木，不乐观感觉。63。不太好吧，我要输一点，差距可能不大，嗯，但是感觉要差点了。粘上，这两下没走，啊，走了，哎，白棋挖打的。拉的发达主要是我当时是看被拐一下点麻麻的，拐一下你是怎么定型？顶住算了，那顶住你就粘还嫌手，打一个呢？打我打，不见得有顶住木数好。嗯，
我当然是觉得袜针被拐很麻烦，这顶住这里边也没棋呀，就虎这个挡不住呗，就虎这个舒服。我顶住算了，顶住至少这地方虎一下。那我先打一下，便宜吗？再虎，便宜吗？我提一下，你便宜在哪儿？啊，我看错，我看错了，我这长一个，长一个，对，不可能便宜，没气了。关子小关子感觉挺多的，倒没有什么大关子。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怎么定型的问题？这个肯定是白棋的吧？这不能是白棋的，这能是黑棋的？你这白棋怎么定型的问题？这个白棋永远都那白棋要先把这个搬掉，那就搬掉，然后再走那边。要搬掉是不是最好的手法？不一定。那这棋看你怎么定型。我刚才想，这不见得敢挡在这儿。挡上的话，我点你这个。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打吃的问题很严重，我打吃完就点进来。嗯。就如果不敢挡，跳在这儿的话，比我刚才点目判断要差一些。很想挡，但挡不知道，就打完也不用点嘛，就直接加。黑的也挡不住。这有个点的问题，好像不能挡啊。这白棋刚才可能这是觉得能接受的，是不是这有个黑的可能不能挡，只能跳在这儿？跳在这儿的话，稍微缓口气。嗯，比挡还是要明显要差一些。他实际上拐了，拐的话，白棋是选择了顶打，那跟这顶住是一样的嘛？你顶打，他顶住怕黑棋虎先手，眼位，他所以顶打比虎比这个要好一点。这样你就粘上嘛。不见得粘有可能亏目，粘完之后这地方紧口气，紧口气有个虎，所以这粘可能暂时先保留吧，也不会走了，大概就脱先了。但是黑棋好像不敢挡，先跳一个，好像是这棋只能跳一个。你跳的话，白棋冲，要挡吗？我干嘛打在那儿啊？我坐在上面就行了。嗯。活了就行，反正这整一串我感觉整体上来说白棋还是亏了，但是看后面怎么收吧。今天这盘是盘苦战，这关子挺难收的。嗯，预感半目胜负。半目胜负吗？感觉哈。我感觉现在可能黑的好一点，关子缺很多不确定因素，很多定型挺难把握的，这个局面挺难把握的。就这个地方你说该白棋走哪儿好，这东西都在读秒声中想做出准确的判断难度颇大。嗯，跳白棋虎，虎了一下，虎是先手挡着贴死，那麻你一下。你如果敢挡住，我粘就先手了。这地方你少个子，试应手。嗯，虎一个先试你应手，那这还是得挡住，能挡吗？如果这个白棋粘一个是绝仙的话，这是打吃也算白棋绝仙，也是活的吧？应该是活的。冲的话，黑有小尖嘛，小尖在这里。本来没有这个小尖的话，小尖在这儿，反正就。挡都无所谓，这已经弯四就活了，那黑的肯定就挡住吧，这也没什么关系，就挡住，肯定都得硬住，那也就冲嘛，那就冲呗，冲完小尖定个型，然后搬粘掉这个，挡能不能先手挡到？挡是后手啊，挡是后手，如果这是黑棋一路大飞先手顶不住吧，这被黑棋飞进来是不是有点扛不住，这不是得挡啊，但挡是后手，哦，后手靠进来是吧，啊，这靠进来，冲的话打劫，打
劫。那我觉得黑的也不会硬，黑的大不了打输劫了就忍回去，这五个不要了就算了。感觉这地方动手那边走动手特别大，那就是和后手什么棋的官子嘛，就把它看成你靠着冲了吃五个不要了。那就不挡不行啊，不挡被夹不行啊。白棋可以先靠，白棋可以先靠了提，是一击吗？但这好亏呀。对呀、啊，先靠了提，苦肉计，太损了吧？怎么办？我这棋点一个，实战打一下。我点一个。这里边收的话点我挡在这儿，我有弯先手我出然后就脱险先手吧，我有没有粘上之后这俩不要了，或者你要不你刚才先打我一下，你也不肯打呀，打损木啊、嗯！我如果粘先手，你冲我粘上就活了吗？定型很难，这个官子想走的完全正确挺难的，很复杂，但是这样都没有是吧。白其实打了一下，打了一下之后去点这个，点这个先损木了，但黑的这个肯定只此一手，这里边没棋吧，就是要这个搬了挡的先生，但是先损木了呀，损吗？损了吧，反正就交换一下，也判断不行、感觉上跟一路搬粘比的话，有可能他打提一下木数也差不多，但白棋这少了两目，白这被搬粘一下少两目，这种搬粘确实也很难说，这搬粘他搬粘不会习惯要粘到这儿吧。哦，这个也很顽强，也不知道我粘先手吗、我粘先手提先手提打完之后粘到这儿，粘到这儿先亏八枚劫财，那便宜一目棋啊，这有点也很麻。哎，这个棋他要搬粘先手，为什么不直接搬了打呢？这俩交换不是亏的吗？但是黑棋不还只能跳一个？这俩，你说的对啊。没挤上面。你说的对啊，但是他为什么呢？是亏了吗？亏了。亏了，他点一下亏了，靠了一下，现在这走，点完搬了挡，要这个打吃先生，你打吃的话黑都可以团上面了，对啊，打吃我团上面，那个不是明显活棋吗？那样盯着他，巴巴的也没啥用啊，亏
亏了，就本来挤一下就亏了一目棋，这将来肯定是黑棋半将绝先啊，里边将来一目棋不用补，啥意思？亏了。嗯。那这就是走完先手打这个，打这个我先到这儿不就行了？嗯，啥事儿没有？嗯，搭一下，没事儿。黑的这跳棋形还挺好的，都防住。黑棋团，黑棋团，白棋打吃，实际上就这么下，不，白棋打吃，黑棋团，干白棋，应该只有打吃吧？你说走这个好是吧？不是想争先手吗？争先手，把那个补了。对，主要是这个打吃走完这个挡是后手，那都不走吗？都不走啊？不走，我一路大飞啊。不走你大飞，我这你要干嘛？我就全硬住，白的还没活呢，大飞我要点你，白的还没活。嗯，那怎么办？这个棋怎么办？大吃怎么办呀？这棋后边李维清的这一系列交换下太不简明了啊！不是走了一串单关呀，他不是不简明，他这个定型这个长定型目数下的他长好像也应该靠，就后来冲突无论如何不能沾这个吧？就什么都没什么都没走到啊，是有点松。他这提了一下，单提这没有子，单提我打住了有啥用？打住呗。你打住的话，这个棋是不是就没有大飞了？那我也打住。那你走什么呀？我就没有大飞了。你不走我就大飞。打住。再冲一个呢？再冲一个。你打着我冲，那我冲一下。嗯，这没有大飞了吗？大飞我跳的。那我就不大飞，我就算我就爬了猴也行。嗯，这串在下什么呢？木被打光了。嗯，就这么下，你提了一下，他打住，然后还没定型。这个棋肯定会下完了，这个感觉上是要输。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呀，就从这开始，没有听你这个点，就造成这个就转换完其实也是好。那这个定型确实定的，当时李维清的判断是不是没有觉得自己优势很明显？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自己优势太明显了，优势太明显了，优势不明显，优势不明显，为什么下这么松？对，这边是下的很松，这边挺没有必要的哈。应该都把自己连好就好了。你这边当时优势其实挺明显的，当时那个局面我觉得白棋优势很明显，优势意识比较浓。但他下的不简明，这地方这靠右我觉得也白亏掉，你就直接走，你不靠他也，哎，他就是靠的时候断的嘛，你就直接加嘛，黑的也得断，就感觉两目白亏。嗯。然后打吃，这是打吃一下，打吃是要这个粘的先手是吧？嗯，这里边没关系啊，里边黑的不影响。这一下挺损的，差不多粘的话，白黑的也是粘这里的。里边也不影响它局部是活棋啊。
那白棋接下来是不是要先把这个补了？哎呀，把上面补掉。这边先看不见了，看不见你也得定型嘛，就是你到底哪个好，你打都不走，都不走，先放这儿。放着干嘛呀？放着我，放着我贴，我感觉你也亏了。贴我就，那你应该不如打掉一下吧。我觉得你打一下应该不会亏啊。嗯，打掉呗。走掉，全部都走掉。黑的提之前是不是应该把家打掉？万一将来打不到，大致就如此了。我觉得还是拐吃一下，然后再补一个。输了应该，我感觉这个确实是个哦，黑的不能把人家打掉，还要搬粘这个。你搬粘白的真的是粘到这儿了呀？亏一二三四五六七枚劫，便宜一目棋亏七枚劫，便宜不止一目，便宜好多。嗯，便宜。好多，这劫也没法看了。这劫以后是怎么着都打不过了，就写亏七枚劫。那目数确实是便宜啊。那我这团一下，你要挡吗？挡呀，我不挡。这挡的话，我提不先手。啊，没有用。我不肯提是吧？我还得靠这个。我提的话，这没了，没了就没了呗。我本来也是提好，反正就难受啊，十七难受啊，那差距感觉越来越大。不，他是亏了，他这个点就是不如你直接帮他打呀，帮他打黑的人跳级一下，就是白亏一目呀，这地方亏了一目，这还不止亏一目吧？还不止，这上面。上面没事，这我顶啊，顶也是先手，我现在顶也是先手，顶也是先手，亏一目，亏一目也是白亏的，有点痛。那搬了挡的是怕黑棋搬粘呀？搬我点呢？扛住，点粘上，扑你！你非要把自己扛成金龟脚吗？哦，天。哦，别扛，扛不住吧？那为什么不直接？不知道，就亏了呗。心态是不是受到一些影响？哎，这地方下的，这串太勇猛了，我觉得这个能忍受被吧唧一下，很有勇气。然后他实战这飞，那就不走了那边。这飞。飞的话，这边定型，小尖的顶，小尖不能要了吧？小尖飞的话，黑棋将来冲白棋是走什么顶还是挡啊？顶回去。顶回去上面冲断，不是冲回去，冲断吃了。黑的长得比白棋多，一二三四五六，十目，那这个飞就冲一下怎么办？不明，不明，感觉上不行了。实战对小尖，这个小尖也很简明啊。之前的这个丁老说的这个靠。可能、这个、都不用下了，没这个必要。但我觉得这靠不行吗？挺好吧。小尖可能也很爽，已经非常非常爽了。小尖不能要了，尖了，尖一个就吃了，把都吃了。先手吃，
嗯。啊，尖的话呢，这样局面变得会简明很多，简化局面了，后面就没有什么关子了。把蓝铺掉呗。把蓝铺掉，顶掉，粘掉，然后冲掉。这大飞。那边就没人下，没人下我贴你吧，就是。不太够，磐石的样子好像。那还是贴六目半，贴六目半是，那差的还挺多的。说。靠靠你，靠只有斑吗？长退，嗯，这样收比较好是吗？那他靠完不是这个意思，那他铺不是往后手了吗？为什么不顶了铺呢？铺后手就后手嘛，就差两目半嘛，不到两目半，我将来铺还能打，这局部大概就差两目、哦、那这地方差好多，他是扳的，扳这个，嗯，长，哦，这样收，这样收便宜，这便宜，也难说，不知道，搞不清，嗯，还行吧，差不多，可能就这样。这一冲确实没看明白，你这说的对啊，这冲啥意思啊？嗯，你飞了顶，你长个五目，我长十目，干啥呢？为什么不加呢？就这地方挤了猴一下舒服是吧？嗯，行吧。一二三四五六，长六目。长六目黑棋，如果把这个尾巴掉的话，白棋能把这个冲出来。冲出来，不便宜。冲出来便宜还是便宜？一二三。要不黑的冲这个算，冲这个你也能冲这个，反正没关系。要不你顶我就冲了冲这个吧，然后你冲了度过我双这个，这样你得走吧，不然我冲断，是吧？嗯，也挺大的。嗯，在读秒的时候感觉每个人下的都很慢哈、啊，他们俩下的都很慢，是不是在点目啊、嗯、利用这个时间，那肯定，这每手棋这官子还是就、嗯、包括这怎么定型，这个还复杂性还是挺难说的，嗯，但是我觉得白的应该总不太够，大概就这样吧，这应该必然的。嗯，我一剪，这白的这留着就不走，也很倔强。白的不冲掉，留着干啥呢？那删就删这样了，然后接着白吧。比如说我这期简单的定型，就这样贴一下。粘一下先手，然后把它冲出来。我翻粘应该是先手吧。应该是提了粘在这儿吧。嗯。然后把这冲出来。
双一子，这马上冲断顶不住啊，冲断刮的有点惨，你得粘这个，大概就这样定型吧。然后这跳一个算你先手，顶一个是先手吧。点点木，黑的把这吃了。这怎么吃？十五、二十，哎呀，二三四二六七二八，这三十。六十一目白棋，六十二，五，四，十，输多了，盘石应该不止。磐石应该还不止，看一下实战吧，这不够了。实战这边冲了一下，冲完之后粘了一下，粘了一下。哎，这棋后半盘这下的确实有点松。走了，现在走了粘。基本上就这些次序嘛，就是这样在定型的一个次序。然后我觉得就是搬粘这个。那这方你不走我就贴吧，那就冲两下。那怎么定就磐石至少吧，是磐石应该不太止的样子。最后这个战役，抓这最后这个战役，定型木数，损失明显。当时白棋优势意识比较浓啊，下的太松缓了。想是本来是想简单处理一下的，简单吗？这后来处理人家出就是这都连回去了吗？是连回去，木被打没了。这处理的简单，简单你冲这你粘这边不简单吗？反正这个还是搬了虎，是不是不走？感觉反正就很松，被打完一贴就很松。其实已经就主要是贴完之后，黑棋这个活的很明显了，很清楚。这我感觉也应该一手棋扣住吧，长完以后再贴一个，花了两手棋。就这个棋形本来这样的话，我就感觉这颗子没有用。有点慢，反正就实战这就有点慢。白的这迟迟不走，黑的就贴了。跟我们刚才摆的一样嘛，贴白棋就猴，是默认就定型成这样。就把这跑一跑，冲一冲，搬粘就完全是盘面实木都不止、啊、不止吧，不止盘面实木。那这个差距啊还挺大的，贴六目半要输输五目棋。这个吃的比想象中大多了，吃完之后来看这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利，还含在嘴里。这吃了多少啊？这本来脚上双活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脚上就十目了。这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四二六二七二八，这吃你以为只太就觉得只吃了四个子，其实这实际收入将近三十目，还有连带的。这吃了大概将近三十目。那当时煎的时候，这白棋还应该粘上，优势一扛一下，算不清嘛。前面可能把局面下乱了，算不清就。那这里被吃完之后，当时还是有优势啊。被吃完之后，当时局面是怎么样？应该还是要稍好，我感觉，但已经很细了，应该是很细了，但肯定还是稍好。那上面，反正第一感亏挺多，我觉得亏挺多。继续。粘穿。这个棋。我输的也蛮可惜的，后半盘还是没拿下。
许家园这后半盘下的挺好的。冲。许家园还是挺谨慎的，双方现在胜负应该挺清楚的，他每步棋还是利用读秒走到最后一步、反复确认嘛，就是也是看清楚点、站上。这样的话双方先哎哦，日本队这是二先锋了，各队各取一胜，回到同一起跑线，依然是一个军事啊。不过李维清一胜一负也是完成了正常的指标。他自己昨天也讲、如果一盘都不赢的话也比较尴尬。那也不是，反正就是还是想赢嘛。先锋是不是压力也比较大、第一次出 场主要也第一次第一届嘛，也是、还是有一定压力。一直没有走。得走啊，不会有延迟啊。一分钟内得走啊。有可能有延迟。那我看画面李维清还是很冷静的。李维清这个还是非常淡定。是。非常，但这棋应该是没什么可能了。这棋，应该是非常清楚了。调整一下心情，总结一下，我就是，这是走什么了？粘这之前跳了，冲的时候白棋跳，白棋跳这个，白跳了一个，黑棋粘上。黑棋还能粘上，没有勺子，能粘上更好。粘上木薯肯定是更好，粘。定定型，磐石应该不吃。这黑棋已经粘了吗？粘了，已经粘了，粘了。然后白棋度过。就搬粘了吧，这棋还留着干啥？最后看一下我搬粘，看看白棋是不是粘到这儿。满足你一个心愿是吗？知道这棋白棋局部它是不是粘到这儿？如果那个提掉了，总是要粘的吧？它搬粘了。这棋留着干啥呀？搬这个。应该是粘到那儿吧，粘到那儿，粘到那儿，行吧，就粘到那儿。木薯确实偏一木，磐石左右啊，在高手的交锋当中，这种盘面十目以上的，是不是已经算大胜负了？那倒也不是，也不是。那我感觉我输的时候惨败的多了。十目也还好，
主要还看进程，这个进程一直都是优势的，就后面亏的可能我觉得亏了得有一天目吧，将近一天目。这一串确实是走的挺寂寞的，嗯，但也没挡，木树没绷住啊，但也没挡，嗯，现在还没走，还没有走。那应该是传奇谱延迟了，得走。不过我们现在看画面，好像是一个静止的画面。这个小关子收的双方有点谨慎啊。许家园还在动，那个李维清画面完全静止。这已经不动了。已经完全静止了，我看了好久没动过。因为调整心情。画面已静止。嗯，这是走什么呢？这是什么？挤了一下，这也没打。这是在什么考验黑棋？哦，能看出来李维清，挺不甘心的哈，还不想认输，这边继续在坚持。不甘心，肯定不甘心啊！哎呀，这也挺可惜的，这边其实输。我。当时确实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李维清比赛现场的一个特写。还是在点目啊。有点可惜，我觉得这期，许家园后边这一代处理的确实是很乐观，就像刚丁老师说这个跳，这个跳也很淡定。对，我觉得可以飞，是一个信号是吧？下的我觉得一连串的操作，淡定，我是觉得飞一个是不是那个？当时李维清他是不是对这棋盘的规划就这里争个先手，然后快速把那边补一个或者把这个飞掉，就觉得形势还不错。那也不是，我觉得下好争先手的方法图很多，那你不能草草的争个先手。争先手是可以啊，这争先手我觉得就不能被人这几手棋其实价值都特别大，本来这地方的暗幕很多，就因为白棋这很厚啊，这地方贴着白棋后视，这地方白棋有很多暗幕的。这被黑棋每一手棋黑棋都走在木上，就说相比较而言，黑棋这一排子都是木，白棋这一排子全是单关，就一人走了一排嘛，相当于，就每走一个都是亏木呀。这个当冲的时候，这步粘是不是可以把它算作是败招？这盘棋，反正粘被一挖，我是觉得已经不太对等，我觉得感觉挺不对的。这被挖完之后，后续变化也属于正常，但不粘之前，我觉得已经其实调子有点。冲就只能粘这个，粘上面调子也不太对了。但是实战可能就感觉明显就被挖完之后，这一下子这空就不够了。就是还在打吃粘上定型，冲完了挤掉，继续战斗，打吃粘上，挤掉，打吃粘上。没什么出入，这个要补一个呀。对，他补哪儿？要不趁着补哪儿之前先认输。这补的也确实是有点，但是也得粘。我主要这个粘完之后吧，将来黑棋打一圈之后啊，这一方拖进来。你不是提我一下吗？那我不提我单。你可以小尖我一下，这先是你全。我不提，我单粘，单粘。单粘我粘先手。我骂你一下吧，我这打多了一个打，那还得补回去，你得补回去，我这打断了。你还是提掉吧，提掉之后这个小尖是你先手，没事。提完粘粘粘，细腻一处。该崩还是崩住啊？画面再度静止。还是不甘心认输。
天是日本对韩国。明天出场的日本队应该是于正奇。嗯，不用，不是于正奇，日本还是许家元。啊，对，还不会轮到于正奇。我乱了，我已经。对，许家元。那韩国出场的是谁？不知道，申敏俊还是谁？韩国还有申敏俊、申正旭、朴廷桓。申正旭、朴廷桓就算了，不可能出场。还有卞相一。啊、嗯，那卞相一先出场吧，那仨都世界冠军，申敏俊是世界冠军呀、啊嗯。那讲道理，卞相一。他这个出场的顺序是由，队伍的这个教练来决定的吗？啊、还是？那肯定队伍定啊。好。自己定啊。自己定。啊、嗯，那肯定自己定。之前李世石不是一直当先锋的吗？那肯定是自己定的呀。那世界冠军先出场，对吧？先下几城，这个气势也出来了呀。对啊，也不一定一定要最后出场，压轴出场。是啊，先下几城，万一没下着咋办？那就看缘分了。嗯、沾上。啊，果然沾上了。嗯，先出场是这样，就是他每天下有可能疲劳感会增加、嗯、你很难保持一个高连胜、嗯、但是呢这状态调动也有好处，但后出场嘛，就作为主将出场，其实关键的就那几盘嘛，下好那几盘就行。先出场的话只要每盘压力都比较大。第一阶段一共是下几盘棋啊？是连续下的吗？一般是四盘吧。连续下的是吧？对，就中间不休息。今天是第三天嘛，明天应该还是有的吧、嗯、应该是四盘吧，我记得四盘还五盘，应该四盘、嗯、应该是要下四盘棋，因为农心杯、嗯、农心杯的先锋也经常会出现连胜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气势就下出来了？嗯，但这届没有啊。这届我们看，咱们这三盘棋还是非常的均衡。这届比较平均，就比较激烈，你来我往的，对吧？嗯。你方唱罢我登台。明天是许家元对日本的棋手，嗯，还是在这个同一起跑线上，三国还是比较均衡。这个实在是吓到了这个白棋就站到这儿了，一目棋帮助棋没劫不重要，团了一下，然后挡住，团了一下挡住，冲了一下，粘上，嗯，粘上，这都是、嗯、这样，我感觉十分钟前我们就跟我们摆的是一样的、嗯、他们就下得很谨慎、嗯、这是怎么定性，这最后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吧，这个还是小箭，一样的，一样，都一样。嗯，十五。64、65，这十五，嗯，49，74，嗯，哎，差距没那么大。盘九，哎，这个地方当时尖的时候，白棋能先打掉吗？打你粘，然后我再走这个，你断打，不是这打掉一下，便宜吗？有道理呀、啊，便宜啊！打还是说打完之后他就也有可能不吃了？有可能不吃了，那不是很大吗？很大很大，我觉得还是会吃吧，要不然黑的没走到东西，还是会吃。那再打一下两目棋，亏两目。如果再碰上这个，先打一下，还能立一下，咋回事？
如果本来他不靠这个，他直接夹断，如果也能像人这样，并且还能打到一下再拆边吃的话，跟实战比是白亏四目。本来打完班粘的话，跟实战这个图比是亏了四目棋。嗯，对，稍一这一靠一下亏两目，没打一下亏两目，亏了四目。嗯。哦，那这四目如果不亏的话，这个四啊，那肯定，那四目呢？顶着，但现在就很比较接近了。这，那肯定赢了。嗯、他没走这个，走什么？当时为什么不打一下呢？他冲了一个，哎，黑棋走，可以打这里。黑棋打这里，黑棋为什么要打这里？不知道强调这个提，这个将来这个提先手、嗯、白的不够了，不补了，跟你拼了，打劫来冲完断，冲完断几目啊，好大呀、啊、本来是走完之后这五目棋，嗯，这差一目六五目棋，现在这是两目四目，这后手四目，这后手四目，如果白棋把这劫绷住，黑的这不血亏吗？这冲完一冲，白棋把这个劫绷住吗？对，这劫能绷住吗？不是一堆劫材吗？绷绷看吧，绷绷看吧。对，如果绷不住这也不对，你提我就算粘上这也没多大呀，一二三，三又三分之二，黑的也亏了呀。嗯，黑的打吃就是没有这边大呀，黑的已经亏了。为什么不走呀？那不是很简明吗？这棋已经收完了呀。嗯。哎呀，那先提劫喽！你既然打了，黑的没提劫，黑的先去打了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先打一个，嫌劫太多。我怎么觉得再下会儿这不一定了呢？这黑的在干什么？浪费劫材。嗯，这毫无必要吧？这有这个必要吗？我还要打？他为什么不先提劫啊？他准备一出打完再提吗？他是不是这样打完之后再提官子便宜？打完再提，我找劫，我给你打呀。我找劫呢？我找劫你走什么？你粘上。我就是你这出完之后提这个。是官子。白棋找劫材是吗？官子便宜便宜吗？跟我直接提你补一个便宜便宜点。以后将来。那确实他直接提白棋补回来，黑棋确实是亏了。他一直打，打完再提就要求把白棋打回去呗。嗯。打得回去吗？这里将来打一个呢？怎么了？提掉的、哦？没有，看错了。哦，我以为这打完之后这有个打。嗯。这子是掉的。对。眼花了。嗯。他继续打呀。他，打了一个，贯彻自己的意图，打了一个，就一分钟打一下，打到这儿还得过去四分钟，打一个，有可能白棋跑还要用一分钟，继续打。就只能打到底了，打吧，先给他摆上吧，要不，这个打，继续打，提劫，白的确实也，白的找什么劫铺一个，有合适劫材吗？没有，铺这个。
不是不是劫是吧？提了还是打劫？扑这真不是劫，扑这我可以打这个。那这个，我打算冲这就行。那我提呀、啊。你先得消劫，我冲下来，你不能提。提我把这吃了，这块肯定比那块大呀。啊，我粘上，你冲这个，冲下来我提这个。我飞死了。你飞死了。嗯。你飞我靠。冲。断。哦，飞没死，飞我加一冲这样，活的。活的那不行，那就现在黑棋不是优势吗？那就硬劫嘛。嗯，这个地方黑棋也没有亏很多吧？没亏，我就想能不能打，我就硬劫来冲这个就行。嗯，就找劫呗，就是总能打回去。嗯，总能把白棋打回去的，打回去白的还是要输吧。嗯，长打吃粘上，提。提，还没提，还没铺。谨慎啊，徐家苑。这算劫财吗？好，提了，提这个，扑。就是这么下的，提吧，提回来，冲呗，顺手劫财走一走。嗯，扑提冲，这冲白棋这肯定要挡。我看这劫财谁有力了，可以提一个，打这个，打这个不是劫，打这个不是劫，我打完了点一个。这枚吧，找这枚。嗯。黑棋的劫财呢？不会打你，好吧？打。嗯。啊，由于咱们直播的这个时间的原因，我们最后请丁老师啊。就这盘棋的局面，跟我们最后做一个形势判断吧。啊，嗯，对，目前来说，这个胜负应该没有太大的悬念，应该是黑的还是要赢的。嗯，白的就是还是很顽强在收。嗯，我觉得这是差距大概盘十左右吧。嗯，盘十大概是。就这个劫已经对胜负还是没有影响，对吧？主要黑的肯定会把白棋打回去，这个劫我们怎么看白棋也是撑不住的。嗯，就黑棋提，白棋补回去，将来这地方有可能被加一个，还得收回去。嗯。嗯，木收回去肯定就不够，嗯，大概盘十左右的差距，嗯，应该胜负是没什么悬念了。嗯，那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嗯，啊，感谢您的关注啊，明天可以继续关注农心拉面杯的比赛，我们下次再见。再见。嗯，白山。